礼仪礼成，致敬中国千年酿酒文化。本节目由华润雪花文化传承系列产品礼独家冠名播出。官复都督有物为证。公元1075年，时值北宋熙宁8年正月20日的夜里，大文豪苏轼做了一个梦。梦见已经亡故10年的妻子王弗。清晨起来坐定，苏轼先写下乙卯正月20日夜记梦几个字。这一年苏轼38岁。38岁是人生最好的时段。我就想想我38岁时候在干嘛呢？38岁，1993年，我开始想做博物馆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想自己的38岁，如果没到38岁的时候呢，可以展望一下你38岁在做什么。苏轼38岁这年刚到密州。密州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，去上任啊，任知州。在此任上啊，尚不足2个月，他就写下了《记梦》。另一首非常著名的词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也写于这一年的秋天。苏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。苏东坡是他中年以后才有的称号，如果他没有被贬到黄州之前，就没有这个名字，这都是后话。苏轼和他的妻子王弗是在老家成婚的，那一年呢，苏轼19，王弗年方28，16岁。16岁正是女孩子的花季啊，现在刚刚是上高中，青春芳华啊，异常的动人。他与苏轼都是四川梅州人。王弗的父亲呢是乡贡进士王方，所以王弗很小就受到了很好的家教，聪慧明理。他与苏轼结婚后呢，相夫教子，恩爱有加。可惜世事无常啊，天命有限。宋的治平2年1064年啊，夏天，王弗在开封病逝。年仅27岁，留有一子苏迈，时年6岁。这王弗去世后，按照习俗魂归故里，他葬于梅州老家的苏家祖茔。距公婆苏洵的墓地西北方向仅8步，很近的距离。需要说明的是呢，苏洵是在北宋治平3年去世的，他晚了王弗1年。当年苏洵移棺是朝廷派官船，因为地位很高嘛，由苏轼、苏辙兄弟扶棺护送。那苏轼的亡妻呢，灵柩呢随载而行，这也说明苏家对王弗的充分认可。苏洵及王弗安葬后啊，苏轼兄弟呢就在坟茔四周呢种满了松树。苏轼在后来的诗中说过啊，老翁山下遇鸢回，手执青松30000载。啊，这数字十分夸张，但说明呢，这个苏轼对父母、对亡妻的情感。苏轼呢，为父丁忧3年啊，
这个丁忧呢，是过去的一个专业术语，是朝廷官员在位期间，如果遇父母去世，啊，就无论你担任何官何职，一定要得知丧事那一天起呢，要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3年，啊，有人说丁呢就是人丁啊，就是你家里添丁嘛，忧呢就是你忧愁，就是你一个孩子要为父母去世这个事儿忧愁，那3年以后呢，就还朝续政。苏轼丁忧的时候，正是王安石变法导致朝廷命官矛盾深重的时候，包括欧阳修在内的许多诗友呢，这时候都已经离京了。苏轼呢，孤身无援，但仍直言上书变法的弊端，这王安石就很火，因此呢就记恨，使手腕使苏轼呢被迫请求出京任职，就是我这个在京城里混不下去了，那我就走吧。宋仁宗时代啊，这个是很开明的啊，历史上有名的文臣武将呢，大量的集中在这朝啊，就宋朝的。你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啊，这个欧阳修、王安石、司马光啊、范仲淹啊、曾巩啊、梅尧臣呐、啊包括包拯、寇准、晏殊啊等等，都是这一时期的人。你想他这时候这个文人的团体有多么的强大。苏轼到了密州的第二年的正月啊，就是屋里很冷啊，因为虽然在山东，那你没有供暖，那屋里还是很冷的嘛。古人屋里不像今天的建筑有这个供暖设施，它没有，所以这屋寒侵冷啊，夜长梦多。苏轼就做了个清晰的梦啊，这个梦呢让他动情，他就不得不记录下来，所以他叫记梦，他调记江城子。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悬窗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这是一首悼亡词。悼亡的诗词在唐诗、宋词乃至后来的诗词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尽管啊，《诗经》上已经有悼亡的描述，那正式悼亡诗还是始于西晋的文学家潘安。潘安貌美闻名嘛，对妻子始终如一，夫妻和睦26载，妻亡故后。潘安悲痛扶丧一年，写下悼亡诗3首，其诗平实，睹物思人，情感真挚。从此悼亡诗变成了丈夫哀悼妻子的一种类别诗。苏轼的悼亡词开篇啊，如雾坠地，十年生死两茫茫，没有任何缓冲，也没有任何修辞，不给一丝准备，全篇一句凭空而落，分量感十足。十年交代时间长度，生死交代态度缘由，两茫茫交代此时此刻生者亡者的状态。词语啊，无知无差，不慢不夜，如伐倒之树干，两头齐平摔在你面前。苏轼使用的是叠词茫茫。茫字的本意形容水大如海啊，后引申为旷远模糊不尽，诗歌中常用。你比如北朝民歌啊，天苍苍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啊，白居易的诗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。李白也写过呀，登高壮观天地间，大江茫茫去不还。柳宗元写呢，城上高楼皆大荒，海天愁思正茫茫。体会古往今来诗人的茫茫，便可以深刻地理解苏轼茫茫的含义。一般情况下无人用茫茫直接描述生与死，但苏轼写了。接着苏轼又说，不思量，自难。量在此当动词讲，读阳平啊，测量
对吧？不能读轻声，也不能读去声，不思量。我尽可能的克制自己不去想他，但实在无法忘怀呀、啊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苏轼大开大合，一个孤字，空间跳回老家梅州祖营。千里之外的亡妻，孤魂野鬼，我们身处两地，谁都无法诉说凄凉的境地。文学表达至此已进入绝境，可苏轼仍然紧追不舍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苏轼在这里使用了最高等级的假设句，纵使啊，我们假设句有很多种，比如我们说即便、即使、假如、如果、倘若、要是、就算、哪怕，这都是假设句。假设句里的所有词汇你都没有纵使高级有力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古汉语中啊，任何时两字略有区别，任生时熟。比如啊，我们举个例子说相认、相识。相认是由生及熟，相识已经是已熟状态。应不识呢，表示还是不能相互认得出。这个应包含了无限的心酸和无奈，包含了苏轼疼爱妻子之心。至此，苏东坡被迫交出了结果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尘面鬓霜都是文学意象了，诗歌中常见啊，描述人之苍老。李白说：“不知明月里，何处得秋霜。”苏轼把这一文学意象呢发挥到极致，与上句的假设构成了一个不可能出现的心酸场景。这种假设之景，甚至比真景更加打动人。苏东坡说的是寄梦，但上片并没有寄梦，只是寄情。先借题倾诉了一下突然到来的思念之情，那下片上来呢，就五句二十二个字，却把梦境写得逼真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悬窗正梳妆，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此五句如镜头般的推拉摇移，有全景，有中景，有近景，有特写。诗人就凭借一支笔啊，凭借自己的一腔情，将梦境写得如此的逼真，还把情感渲染到了一个极限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一个幽字将上片的氛围化解了，将语气调整了，由重变轻，由紧化松。一个忽字呢，也使用的巧妙，突然的，措手不及的，没有准备的。这是不幸呢，还是幸福？小悬窗正梳妆，梦里如此真实，如此美妙。悬窗啊，这个我们讲个知识，一般指小屋之窗。小悬窗呢，它突出的是屋小，屋小方有亲切感啊。正梳妆，是诗人截取妻子生前最美好的记忆片段。古人梳妆和今人不一样啊，古人梳妆重头发，今人化妆重脸庞。我们注意看，梳妆的动作大，化妆的动作小。化妆就这么化嘛，动作小。十年不见的妻子忽然在眼前梳妆，黑发如蒲，覆粉施朱，那怎么能叫人不心动呢？苏轼将梦境一分两段，前段妻子独自一人，主观镜头。后段二人四目相对，客观镜头，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这是梦境中的一种常态，相见口不能言，相拥没有气息。我们每个人都做过梦啊，在梦里说不出来，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同身受。这一场景千百年来被文人墨客、影视大师呢反复的呈现利用。其中无言落泪乃悲情之最，不可言状。苏轼写到这里，笔锋一转，由彩色的动态的场景变成了黑白静态的照片。料得年年长断处，
明月夜，短松冈，一切戛然而止，让人说不出悲喜，道不出长短，陷入长久的空白。长断与断肠两个词汇古人经常使用啊，意思接近，但长断的力度更大，表达更深，就是极度的悲伤。而断肠呢，不仅程度低一点，有时候还能表现极度的喜悦。白居易就写过吗，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即断肠，那就是高兴得不得了，他表现少女喜悦心情的。但长断可不然，此词是有出处的。近代的《搜神记》中载，有人入山得小猴携归，母猴随至家中乞求，但口不能言，猴子不能说人话呀。此人不放小猴，竟当面击杀，那母猴悲患自至而死，就自己从高处摔下来死了，破肠视之，寸寸断裂。肝肠寸断一词就从这儿来的。苏轼最后用了肯定的猜想句式，料得年年肠断处，自我把所有人的话都拦了，输入了貌似毫无情感的两个组词，明月夜，短松冈，外界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，只有自我的情绪在默默的流动。苏轼一生写出的好作品无数了，他存世的各类作品数千，寄梦算是非常独特的一篇，为亡妻所作，流传千古。妻子故去十年，一个梦境就能写出千古名作，不仅需要一个人的文学功力，更需要一个人的真情实感。亡夫下葬时，苏轼亲笔为亡妻写了墓志铭，其墓志铭可列为他的著名的散文之一，文字平和，含泪带笑，生活琐事温馨可人，无论谁读之都难免喟然长叹。苏轼的这首《江城子寄梦》呢，颇受历代文人的好评啊。全词只有70个字啊，哀婉凄凉，不言不至，真情流露，但声音呢却凄厉，文字朴实，可句句催泪。与苏轼同时代小十几岁的陈师造曾任太学博士。他对这首词有个评价，我看到的时候觉得我们的文学评论家都写不过人家。他说，有声当彻天，有泪当彻泉。苏轼一生起伏坎坷，前半生活得轻松自如，以乌台诗案为节点，后半生活得辛苦沉重。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，即1037年。他属鼠的啊，出身不能算太显贵，但也不是平民之辈。他祖上是唐初大臣苏味道啊，其祖父呢是苏旭，生性达观，对幼年的苏轼影响很大。苏轼的墓志铭还是后来苏轼护丧回家时请宗拱写的，其言恳切，叩头泣血。今天读来仍能感到苏轼与祖父之间的殷殷情深。他其父是苏洵嘛，三苏之一啊，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就是苏洵、苏轼、苏辙，一个父亲两个儿子。苏洵呢年幼时呢，因为家境殷实啊，故西游误学。苏洵自己就说呢，寻少年不学呢，生25岁始知读书啊。那25岁，我们今天都博士、硕士学位都拿了，从事君子游。直到他真正发奋读书时，苏洵已经27岁了。所以《三字经》里就说：“苏老泉27，始发奋读书籍。”就这么来的。苏轼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。苏洵为苏轼、苏辙起的名字，包含了父亲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认知。苏轼的轼本意是车前有个扶手，取其默默无声，却能扶危救困，不可或缺，有点像公共汽车上的拉手，你看公共汽车上都有拉手，就这个意思。苏辙呢，本意是车轮碾过的痕迹，车毁马亡也不会殃及这车辙，他取的意思是希望他做事呢留有痕迹，但又能平安免祸。后来的事实也大体就是如此啊。苏轼不可或缺，
苏辙呢平安免祸，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前世定下来的命运。苏轼20岁，苏辙18岁，随父亲进京赶考，主考官当时就是文坛领袖欧阳修，小试官梅尧臣。苏轼的文风及观点令人震动啊！那时候才20岁，以致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之作，为避嫌疑呢，就拿他跟第二名调了个个啊。结果一开卷才知原委，苏轼呢没有计较这个结果。欧阳修预见说呀，苏轼可谓善读书，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。欧阳修确实没有说错。苏轼在密州待了仅2年多，年龄是38至40岁之间，这是一个人的黄金年龄，人身体心智啊经验都达到了高峰，四十不惑嘛。苏轼是冬季抵达密州的，1个多月后稳定了下来，随梦见了亡妻，写下了《江城子·寄梦》。那这一年秋天呢，苏轼继长山归来的途中，与潼关会于铁钩行猎，又写下了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。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。为报倾城随太守，亲射虎，看孙郎。酒酣胸胆尚开张，鬓微霜又何妨，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。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射天狼。与这首著名的词同时，他还写了一篇律诗，也是叫寄长山回小猎，同一地点，同一时间，同一题材，你可以找来对着看。因为这首词太有名了，就把那首诗给淹了。苏轼开篇带有戏谑口吻说，老夫聊发少年狂。这一年苏轼10岁啊，38，虚岁39，说老夫多少有点夸张。聊呢本身的意思也有姑且勉强的意思，就是我姑且散发一下我少年的轻狂吧。左牵黄，右擎苍，左手牵着猎犬，右手驾着猎鹰。这两句不是实写啊，是虚写，只在表达少年状态的这种狷狂。前三句将一个人物的大特写跃然纸上，紧接着苏轼将镜头拉开，给出了大全景：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。锦帽貂裘这是有点的啊，本来是形容汉羽林军的服装，苏轼借用呢是为了凸显这一次整齐有素的官家行列，声势浩大。一个卷字让画面烟尘四起，动态十足。苏轼内心充满了满足感啊，他虽说为报倾城随太守，亲射虎看孙郎。孙郎射虎引点啊，三国东吴孙权啊，只是作者自己比喻。三国志啊，这个孙权传里就载了，23年10月，权将如吴，亲乘马射虎于陵亭，马为虎伤，权投以双击，虎却废。苏轼引用词典呢，是在说为报答倾城而出的追随我的百姓，我愿意猎杀一只老虎来报答密州百姓。古人认为猎虎是一种英雄气概，还有一种知恩图报的诚意。下篇开始进入了诗人的心中，由实入虚，抛开了行猎场面，似乎在庆功。酒酣胸胆尚开张啊，酒喝得过瘾，胆气也见长啊。这个过去老说嘛，酒胀怂人胆啊。可见文人行猎的感受复杂于武人行猎，此时此刻才似乎有了新的感觉啊。鬓微霜又何妨？即便我到这个岁数，两鬓开始发白了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作者文字到此，仍忘不了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深情的借点发问：持节云中，何日遣冯唐？这点出《史记·冯唐列传》，汉文帝时呢，魏尚为云中太守，匈奴呢进犯啊，魏尚亲率兵出击，杀敌甚众，因报功文字虚报啊，因为当时的报功文书虚报了6人而被削职。经冯唐代为辩白后，文帝才派特使持节赦免了魏尚的罪，
重新担任云中进太守一职。苏轼用典的寓意明显啊，因王安石的熙宁变法，他的政治抱负不能得以施展，从京城调到了杭州，再调到了密州。虽为一任的地方官，但苏轼仍希望自己能为国家进言献力，并得到朝廷的信任。持节、符节啊，朝廷与地方之间传达政令的信物，也是权力的象征。苏轼在最后啊，直抒胸臆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一定是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雕弓是带着雕刻花纹的弓啊，天狼是天狼星啊。晋书啊，《天文志》中有载，狼星在东井南，为野将，主侵略。苏轼这句呢，所指是指北宋的心头大患西夏啊。《宋史》《天文志》就载嘛，说虎食九星在狼星东南，天之宫也。显然，苏轼说的西北望啊，采用的是此说，以典故说人，借天象说事儿。江城子啊，密州出猎呢，问世后呢，苏轼本人就特别得意啊，他就写信给朋友说：“近却颇作小词，虽无柳七郎风味，亦自是一家。数日前猎于郊外，所获颇多，作得一阙，令东州将士敌掌顿足而歌之，吹笛击鼓以为节，颇壮观也。”苏轼说这话是有底气的，原因有二，就是晚唐自五代到北宋啊，词相对诗呢是小道啊，低下一等。柳永一生写词，虽然推动了词的广泛应用，也拓宽了词的领域，但未能提高词的地位。苏轼首先提出诗词同源啊，本属一体，只是形式上有所差距，这就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。这个观念啊，我们会讲一句，就是南宋人就不认可。第二呢，词在五代以来仍是以柳永一派这个婉约有致啊，典雅风华，写词者无不以柳词为榜样，以致囿于固定的风格格式。而苏轼的这个密州出猎呢，一反前人的常态，以诗为词供人阅读，不再供人吟唱，这使啊这首词展现出与婉约派截然不同的叙事风格，酣畅淋漓，让宋词的豪放派啊初见端倪。在这个江城子密州出猎之前，宋词没有豪放派一说，甚至也没有豪放的创作意识，因为词牌需要吟唱的属性，慢词与小令呢就适合演唱，故凡有井水处，皆能歌柳词，就是这么来的。苏轼的这首《密州出猎》呢，气势豪迈，纵情拔荒，引经据典，杀虎射狼，让宋词的豪放派啊一夜成型，影响了后世近千年。所以啊，南宋的刘承恩就说什么呢？词至东坡，请荡磊落，如诗如文，如天地奇观。在密州是苏轼创作的丰收期，其词风格呢大有变化，题材也有突破。熙宁九年的中秋，苏轼在密州待了近两年了啊，已经熟悉密州的人文环境。中秋赏月之夜啊，他登上了超然台，此台啊本来都作废了，苏轼任知州时候呢就把它重新修好了，由其弟啊苏辙命名为超然台，取自老子虽有荣观，燕处超然之意，并作赋呢超然台赋。苏轼非常喜欢这里，也写了超然台记，成就了千古名篇。苏轼在政务繁忙之余啊，与同僚或朋友频登远眺，抒发情怀，其著名的词作就是我们熟悉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，就是在这个超然台上一气呵成了。明月几时有大家太熟悉了，我就不多说了。苏轼的明月几时有虽然是中秋望月之作，因个人的经历宦海沉浮，宠辱不惊，由于私人的情感思念胞弟七年未见，加之远离家乡半生不熟的异地，令其诗性
大发，想象飞腾，天时地利人和般的写出了这首大开大合、纵情八荒的词作。这里有疑问，有担忧，有期盼，有赞叹，有感愧，有哲思，有结论，有希冀。写中秋啊，历代不乏诗人，但把人生的意义赋予一词当中呢，非此莫属。所以南宋人啊，有一个人叫胡载，编纂的这个书中呢，就说中秋词自东坡《水调歌头》一出，余词俱废。这话说的虽然很武断，但不是没有道理。自熙宁四年，苏轼上书新法弊端，到自请出京任职，历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，前后八年。到湖州履职后，按例啊，他给神宗宋神宗写了湖州谢表。文人才华横溢啊，都难免在官样文章中呢加个个人色彩。啊，苏轼说自己余不事时，难以追培新进，他的话立刻就被新党利用，在神宗面前呢谗言说苏轼嫌怨怀怒，包藏祸心，对皇帝不忠。他们在苏轼的旧诗作中翻找出来他们认可是讥讽朝廷的诗句，向苏轼发难。于是当年初秋，苏轼被御史台逮捕，押解京师，牵连者达数十众。因御史台的只柏树多棵嘛，终年有乌鸦在上面栖息，所以呢又称乌台，乌台诗案由此得名。乌台诗案是苏轼生命中的大劫，这一年他43岁。此时王安石已经辞相了，不问政事了。乌台诗案始作俑者乃新党的利集团，借苏轼不满熙宁变法闹事儿。当后来朝廷的命官、御史台官员再度上奏弹劾苏轼时，神宗才大为光火，下令逮捕苏轼，交御史台提审，交大理寺审判。此诗案牵连的人数之多啊，地位之高，在宋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啊。我们知道的有司马光啊、黄庭坚、李清晨、王申、张方平、曾巩等等，39个人受到此案的牵连，下场不一。苏轼从元丰二年，就是1079年7月28日被捕到入狱，仅20天。入狱后马上被正式提审。当年11月30日审结，前后加上4个月有余，神宗大怒时打算处死苏轼，但大臣中许多人替苏轼求情啊。当朝宰相吴充啊，就对神宗说：“说陛下以先贤为榜样，怎么还不能容下一个苏轼呢？”吴充与王安石还是亲家关系，仍能秉公而言。太皇太后呢，也为这个苏轼呢。就是说话啊，他说我们好不容易得这俩人才，你为什么要给他杀了呢？最后难得的是谁呢？是已经辞相的王安石啊。某种意义上讲，王安石跟苏轼是政敌，但王安石不因私怨而违心不公，王安石力荐神宗，话说得很重，有盛世而杀才是乎啊，哪有人能杀我们这么有才的文人呢？王安石这句上书呢，对神宗呢接受这个大理寺的宣判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于是12月29日，圣谕下发，苏轼免于一死，乌台诗案就此了结。苏轼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。黄州团练副使啊，按照今天说是一个有职无权的一个类似巡视员这么一个官职。神宗圣谕下发3日后，即元丰3年的大年初一，苏轼带着长子苏迈以及全家老小，加上随仆，在御史台的差役押解下离京赴黄州。此时苏迈21岁，已能替苏轼分担一些了啊。从京城汴梁到湖北黄州路上约有1200里地，苏轼全家整整走了1个月，于2月初1抵达黄州。那么黄州呢，是今天的这个黄冈啊，是黄州区啊，位于湖北的东部，长江的中游北岸。北宋时黄州并不繁荣啊，今天繁荣是今天繁荣。苏轼拖家带口的20多人来的生活呢，困难就可想而知。
苏轼被贬到黄州后举目无亲，地方官员一般是不会为犯官提供这个食宿的，以前许多好友也有意无意的都躲着他，这令苏轼齿寒。他写诗道：我谪黄冈四五年，孤舟出没风浪里，故人不复通问讯，疾病饥寒已死矣。初到这个黄州的苏轼一家呢，暂借住在一个旧庙里，这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定慧院啊。苏轼在定慧院留下了不少名篇啊，诗歌散文都有。当时苏轼有一好友叫马正清，追随苏轼20年，见苏轼落难黄州呢，十分同情，不顾一切的就施以援手，利用黄州担任这个通判的这个职务啊，疏通各种关系，经两任太守首肯，划出了东门外的一块无主坡地给了苏轼，连居住带耕种。苏轼就在这块地上盖起了草屋，落成之日天降瑞雪，草堂挂满了雪花，苏轼遂将草屋命名雪堂，并写了一篇雪堂记。他给朋友的信中说道：得罪以来身自闭塞，扁舟草履，放浪山水间，与渔樵杂处，往往为罪人所推骂，辄自喜见不为人时。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东坡居士之号就产于此时此地。东门外一块坡地，苏轼万万想不到日后他的号啊，东坡居士这个号大大超越他的本名。苏东坡在后来的900年中其名如雷贯耳，除去他在黄州创作的700多篇诗文，更多的是苏东坡经历的乌台诗案大劫后的人生态度以及精彩人生。写于元丰5年，也就是1082年春天的《定风波》，莫听穿林打叶声，即为苏东坡落难后的人生写照。3月7日，沙湖道中遇雨，雨具先去，同行皆狼狈，余独不觉，已而随情，故作此词。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，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，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。这是一首记事抒怀之作，作于元丰5年。这一年春天，苏东坡已经在黄州生活了2年多了，也是他来黄州的第3个春天。古时候的居住条件跟今天是无法相比的，尤其江南的冬季屋内阴寒，每到春天来的时候，呼朋唤友的春游乃是文人的一个乐趣。苏东坡与朋友呢出游遇上了风雨，朋友们都觉得狼狈不堪，他却泰然处之，吟唱新词，记录下他人生平凡的一刻。苏东坡开篇就交代事由嘛，3月7日，地点沙湖道中事由，遇雨，雨具先去，同行狼狈，是吧，感悟余独不觉啊，他的感悟就是我自己没有觉得，最终天气放晴了，他才写下这词作。首句劝解：莫听穿林打叶声，就你别听那个雨落在树叶子上的哗啦哗啦的声音，好像雨很大的话啊。何妨吟啸且徐行啊，下雨也不妨碍我们一边吟诗一边慢慢的欣赏雨中这景。作者开篇两句表达了自己达观的人生态度啊，路途风雨乃人生常态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会遇上风雨啊，他刮他的风雨，我走我的道路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，竹杖手杖啊，防摔，芒鞋草鞋防滑，有这两件装备，泥泞之路如履平地，轻松的胜过骑马，那我们又怕什么呢？一蓑烟雨任平生啊，上片的最后一句一下就亮了，一扫风雨带来的凄迷，让画面由动态转入静态，由常态变为异态，由现实代为理想。我随便披着一身蓑衣在风雨里待一辈子也没有关系，
苏东坡用了烟雨和蓑衣相配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那夏天又回到现实，料得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此时还是暮春时节嘛，所以微冷，因为衣服湿了，所以春风就显得这个料峭。喝完酒回家路上，这一下子倒是酒醒了，山头斜照却相迎，哎，身体也渐渐的暖和了，这个忽然有了新感觉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啊，回头再看看刚才的地方，就跟没发生一样。尤其对诗人自身，也无风雨，也无晴。结束句写的玄妙啊，明明是归途遇雨后又放晴，但苏东坡却以判断句反向说出事态本身，在风雨啊有无、放晴是否之间，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一切，一切可以是有，也可以是无。这首《定风波》的高明之处呢，上片写出了人生的态度，一蓑烟雨任平生；下片表明生命的意义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在这样一首济世抒怀的小词里，苏东坡不动声色地将自己不公平的遭遇隐去了，貌似随意说出了自己的人生观，豁达随遇而安，坎坷熟视无睹。他襟怀之广阔，意志之坚韧，在吟唱之中跃然字里行间。以苏东坡度过乌台诗案大劫、贬谪黄州的两年多时间来看，苏东坡心里早就放下了，否则写不出这种心态的词。这首词在苏东坡的作品中技巧朴实无华，内容也无晦涩，但传达出作者对人生高于常人的认知，充满了儒家入世、见招拆招的心境，隐藏了道家隐士和光同尘的追求，释放了佛家出世我行我素的态度。一首小词能如此高明，非苏东坡逆境不得。乌台诗案是苏东坡生命的节点，贬谪黄州导致苏东坡人生态度转变，就在《定风波》的创作当中。入秋之际，苏东坡出游放松心情，来到了黄州城外的赤鼻矶，怀古抒情，写下了著名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这是苏东坡45岁写下的豪放派的代表作。苏东坡创造宋词的豪放派绝非偶然，这与他豁达的人生态度相关。按说经历了人生大劫乌台诗案，又被贬谪到举目无亲的黄州，他的人生态度理应灰暗无光，创作理念理应消极低沉。可苏东坡并没有如此，他很快地从低潮中振奋起来。他在黄州进入了创作的高发期，4年多的时间，苏东坡的诗词文赋连同各类信札留存至今的达740多件，还有大量的书法作品。除了诗文墨的消遣，苏东坡在其他方面也没闲着，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美食家，善于做菜，乐于自己做菜吃。由于猪肉比较腥臊，想做好不容易当时因为兜里缺钱嘛，羊肉比猪肉贵嘛，所以只好吃这个便宜的猪肉他感慨富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主，就是富人他不愿意吃你这腥臊的肉，但穷人呢又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憾事，随苏东坡就发明了东坡肉、东坡肘子。我们今天每当我们吃一块喷香的东坡肉，吃一块东坡肘子的时候，应该想起苏东坡。苏东坡无疑是宋代最伟大的文人，人生大起大落，沉浮漂泊大半生，在宋代放逐儋州任职已算是最极端的处罚了，跟流放差不多。但苏东坡仍以一颗平常心应对困境，我本儋耳氏，寄生西蜀州。他在儋州办学讲课，开化海南，教化庶民，直至宋徽宗即位。元符3年4月，朝廷颁行大赦，召苏东坡还朝，任朝奉郎。可惜呀，苏东坡在北归的途中，在常州中暑而没，享年65岁。
苏东坡在还朝途中经过了常州的金山寺，金山寺就是水漫金山的那个金山寺啊。金山寺呢中有一幅李公麟为苏东坡做的画像。李公麟为宋代的大画家啊，与苏东坡、王安石、米芾、黄庭坚等都结为至交。他为苏东坡的画像呢就留在了金山寺。后来苏东坡路过此地的时候呢，就随写了一个六言诗，自题金山画像，要自己给自己的画像呢提了一首诗。这诗呢只有四句：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济之舟，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424个字，苏东坡为自己画了像，貌似心灰意冷，实则一腔热血，听之一首悲歌，回味五味杂陈，语字谐谑调侃，内心坚韧豁达，区区24个字，漫漫65年。我们下一讲讲李清照。官府猫揭秘官府秀，我们这一讲讲的是苏轼啊，看看什么文物跟苏轼相关。我们找了半天，找了一块盘子啊，这个盘子很有意思，盘子上面有字，有字呢，写的呢，你一读你就知道，这是《赤壁赋》的最后一段。《赤壁赋》呢，一共有这个537个字啊，这上面有140个字，那就大概是1/4。那可以想见，这套盘子本身是4块，上面写着《赤壁赋》，也不排除是6块，可能还有2块写着《后赤壁赋》，因为《后赤壁赋》只有357个字。我们知道，这个苏东坡的《赤壁赋》和《后赤壁赋》非常的有名，在文学上呢是名篇啊。你比如说《后赤壁赋》中啊，这个“江流有声，断岸千尺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”，这都是像“水落石出”这个成语就出自于《后赤壁赋》。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，可见当时的人呢对这种赤壁赋呢是非常的这个喜爱，把它制成器皿。可惜呀，我们就剩这一块了，如果有4句成套，还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文物。我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能不能寻到那3件。我们先看这件小的文创产品啊，这个文创产品呢它有个名字啊，叫一罐吉祥。一罐也是一个罐子啊，一罐呢也是我们一直的意思啊，一罐吉祥。一罐吉祥呢，这个器皿呢是用我们的仿官釉的啊，这个做法，这个做的非常精致。严格意义上讲，这个东西呢有极强的欣赏功能，它是一个带有收藏性质的一个欣赏品。这种罐子啊，上面一个大象，底下这个灰的这种罐子呢，产自于什么时候呢？产自于宋朝啊，我们可以看看宋朝原始状态的这个文物。这件呢就是南宋时期的这个龙泉官釉的这种瓷器，你看它颜色也是灰灰的，但是没有现在烧的这么匀净，那尺寸上呢也略有一个变化。这样的罐子我们拥有它只是发古之幽情，那么你可以有功能，比如放一些茶叶呀，放一点杂物啊，但更多的是置于案头欣赏古人对这种釉色的理解，一个是带有灰色的青釉，还有就是它这种冰片的感觉。我们再仔细对比一下吧，啊，一个是文物，一个是文创。那么文物和文创之间呢，相隔着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。我们1000年前宋人已经有这样的审美，我们1000年后的今人能否能欣赏它呢？一罐吉祥这个呢也是可以作为礼品赠送人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礼品盒，里头还有说明书，说明它的来源啊，说明它的制作过程啊，很有意思。这个罐子做得很讲究，包装也做得很讲究，上面写着一罐吉祥，图个口彩。我们最后看一下今天的文创的重器，三朝名盒啊。
他是用这样的开启方式啊。里头呢，先是有一本书啊，我们先把书拿出来啊，拿出来。这本书费了我大劲了啊，看看这书，这是姬刚碑的《前世今生》啊。这个书里呢，有关于姬刚碑的所有的这个内容，还附有视频，有我12课啊，12课去讲了这个姬刚碑。你只有买了这本书，或者说下载了这个课程啊，或者说你拥有了这套这个产品，你才能了解姬刚碑的前世今生。那你怎么去了解呢？下载官复 APP， 上面全有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一层啊，打开是什么？你看，打开以后，这一托啊，这一托，姬刚碑啊，这个托是瓷器的啊，是瓷器制作的啊。这个姬刚碑呢，就是仿明朝成化年间的姬刚碑啊，底下写着“大明成化年制”啊，这是明朝的姬刚碑。第二个姬刚碑也一样，有个托啊。这个姬刚碑呢，是按照博物馆的那个乾隆年间的大清乾隆仿古的姬刚碑做的。其实乾隆年间就开始仿古，因为它底下写着“大清乾隆仿古”啊，这个姬刚碑啊很有意思。这时候姬刚碑跟明朝的比较起来，它体量大了一倍。这时候在清朝的时候，对明朝已经是致敬了啊。我们再看最后一件啊，最后一件是两件啊，两件姬刚碑，这是我们的官复姬刚碑，官复姬刚碑一对儿，四件做成一套呢，是向我们的传统文化致敬。大家看到啊，看到这个姬刚碑，既可以欣赏又可以使用，你可以在各大平台。在官复博物馆的旗舰店中都可以买到，也可以下载官复 APP， 上面既有课程又有这些商品，做了这样一个礼品盒，你既可以送给你最好的朋友，送给你的亲人，也可以送给自己。喜欢的话，拥有这样一套杯子放在你的书房的案头，或者餐厅，或者客厅，都能够显示你对中国文化的尊重。华润雪花出的这款礼呀，瓶型极其特别，无论是白酒、黄酒、啤酒、红酒、洋酒，就没见过这个瓶型。那它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片啊，仰韶文化的彩陶泥鱼纹瓶，距今呢至少有5000年以上。此瓶是用这个红陶制成的，小口翻唇，长径折尖，深腹平底，腹部两侧呢有双耳，可以穿绳。在瓶子的中心部位呢，用黑彩绘了一条泥鱼啊，就是打泥。泥鱼的叫声呢，如小孩啼哭啊，所以又叫娃娃鱼。泥鱼的脸呢，酷似人形，两只眼睛呢炯炯有神，身体卷曲似在游动啊。仰韶文化呢，它分布在这个黄河的中游。我们的先民们生活在水边，所描绘的动物也多是水里的鱼呀、蛙呀等等。有学者认为，这种人面泥鱼是龙的原始祖先，也是当事人信奉的神话形象。礼的瓶形啊，保留了这个彩陶瓶的大部分特征。这个瓶呢，是仰韶文化典型代表的一个瓶形，取自新石器时代双耳泥鱼纹瓶的基本瓶形。如今呢，用羽翼美好的这个纹饰呢装饰，比如三角纹呐、折带纹呐、水波纹呐，表达了千年存续文化的一个因由。这个瓶子呢算是个异形瓶，需要特定的生产线，所以它成品率就特低，酒的产量呢也因此就变得有限，封口包装呢也很简素，采用了这个麻边的草纸啊，既环保又保留了原始淳朴的这个味道。当你了解了这个酒瓶的文化内涵，相信你喝酒的时候自身的体验也会有大不同。节目里为什么有的话就说一半，为什么不说透？是不是生活中有时候也需要这样？中国话复杂，你说多少都是一半，你永远说不透，所以每句话都是一半。有人说有钱格局不一定大，格局大也不一定有钱，马先生怎么看？这个很有道理，就是格局跟钱没有任何关系啊，你有钱跟有格局根本就是俩事儿。
你的热爱正在热播。